Hello， 歡迎來到姍姍來遲的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方國姍。今天呢，既如過往一樣，我們今天仍然是講緊這個樓宇維修篇。今天已經很快去到第六集了。我們還記得之前呢，就一直有講渠務，就是關注一些消防水啊，一些去水啊，或者如何去怎樣保養我們一些屋苑的一些消防水啊，各方面的關注的問題啦。再上一集咧，我哋都要講到調解啦，以至到點樣講呢嗰啲僭建嘅問題，處理僭建問題啦。咁今集咧，蒲職又歡迎再邀請到你大家上嚟啊！歡迎 Jackie 先啊！咁我哋嘉賓今日好強勁啊！我身邊咧，除咗蒲偉明建築師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嘅專業動力嘅Carrie 啊，嚴嘉怡小姐係咪？大家好，嘉怡係啊，咁歡迎你啊 ，Thank you Carrie 係啦。咁我哋亦都有咧阿 Paul 啊，陳生，多謝，我哋啲防水專家喺度咧，就陳生幫我哋咧係俾一啲專業意見，我哋嚟緊咧點樣咧防漏。咁今日係咪蒲職？我哋專題係講防水啊？係啦，冇錯啦。咁蒲職，我先問一下啦，其實我哋香港有邊間屋唔漏水先？冇啊，除咗我自己嗰間。係嘛？其實。石屎呢其實是過水的，可以即其實它應該是即可以滲的嘛。它如果壽命不是太長，初初那頭那十年八年理論上都可以防到水的，但是超過三四十年呢，其實就那個防水功效已經差不多完了。明白，其實我們香港呢，即應該反過來要問回我們的專家陳先生，其實香港大致呢是不 是大部分的屋呢都是即很難避免到是不漏水的呢？這個是很事實的，不要說舊樓，好像蒲職師說三四十年樓都漏水，就算現在起很多新樓沒多久都開始漏水的了。就這個我相信跟那個質素很大關係，起樓的質素很大關係。我們好像上個禮拜三剛剛看了一個屋邨的，好像只有13年樓齡而已。是的，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呢，跟質素起樓的質素呢是很大關係，照計以蒲職師你剛才說過，通常一般呢是新樓呢在十年八年之內都沒有問題的，但一到幾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那漏水情況呢，有時石屎變質啦多數因為這個天然的令到石屎的變質，做到有裂縫啦有即係爆裂啦，我哋一般嚟講就講爆裂啦，就即係有咁嘅情況呢，一般都會漏水㗎。剛才蒲職多謝波先，剛才蒲職就說我們上個星期都很幸運，也都邀請到波我們的專家和蒲職和 Carrie 一起在落到將軍澳一個大型屋苑裡面，即是巡區，也都看到有時一般說香港有些樓齡可能它說三四十年，你說漏水就不出奇，十零年的現在即手工呢都有欠奉，有時，可能一到嗰陣時85,000，97年嘅時候一谷一啲樓宇出嚟推出個市場，咁可能咧就即係大家就可能個即係夾唔到啦，嗰個手工同埋啲時序啊，咁變咗咧就出現到而家十零年後咧一啲問題。全部慢慢湧現出嚟啦，無論你話我諗啊 ，Carrie 你睇到啦，你見到我哋嗰日咧，我哋落到區。有啲乜嘢你睇到啊？你自己作為即係一個即係將來會置業啊嚇，80後嘅置業啊，想買樓咁，你會睇到咩情況啊？其實睇到佢嗰、那個其實建築個質素真係好重要。如果即係想象下，如果自己屋企唔好話自己屋企入邊啦，即係外入邊啊，當然致命危險啦，隨時跌石屎落嚟。但你話外面未必關到自己嘅單位事，其實都會構成大家一個危險性。可以想像到一嚿咁嘅 size 嘅石屎咧，喺個外牆度跌落嚟嘅話咧，如果係都唔好話去到30樓啦，10幾樓，如果擊中人嘅話咧，即係嗰個都好致命嘅。我諗嗰日我哋危險嘅。我諗你頭先講呢個 size 咧，我諗差唔多成2.5呎兩尺幾成我諗8吋嘅石屎外牆。我想個重量10幾磅啊！你假設大家一個保齡球咁重啦，10多磅係嘛？即係
跌落嚟又高空，咁你咩事發生咧？就大家真係可以即係預計到，即係不能想象嘅後果嚇。咁啊呢個就外牆其中一樣你觀察到啦。咁但係日帶來我哋面對向即係屋苑周邊居民嘅關注咧，就即係我哋今次其實透過無論專業動力啦，或者我哋地區人士啦，點樣去入屋或者入村去幫我哋解決問題咯。不過蒲職做慣嘅嚇，蒲職呢樣嘢即係可以同網友分享一下我哋即係。我哋的重點其實係而家我哋呢排做緊呢啲工作，係幫呢啲居民做緊啲咩？其實冇嘢嘅，我哋譬如由西貢啊、將軍澳啊，去到大埔上水，都係主要咧幫啲街坊咧解釋一下樓宇維修佢需要面對嘅問題咯。咁如果佢即係邊啲方唔識嘅，咁我哋都可以做啲講座啊，或者抽樣地做一兩個個案咧，解釋一下俾一啲街坊聽。譬如理論上，如果要維修或者復修一間大廈，其實需要面對嘅問題啫嘛。因為我哋專業好處就係我哋咧就有十個八個啲唔同方面嘅專家，如果需要可以解釋俾佢哋聽呢啲問題點處理，同埋點解而家我哋要努力咧要錄幾集呢啲咁嘅專題嘅講座或者呢啲咁嘅電視嘅專輯咧，都希望俾大家各位街坊可以睇得到，譬如呢啲問題應該係點樣處理啫嘛。係啦，嗱，譬如舉個例啦，就住啲譬如大廈公眾嘅地方。咁未必話淨係自己個單位啦，好似頭先阿 Carrie 咁講，咁好多時候咧就如果你話有法團或者有業委會就好做啲啦。如果冇法團仲傷仲難難搞，可能啲舊嘅樓宇四五十年真係唔知邊個肯做法團啊嚇，即係可能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協調工作都仲要加強。咁但係如果好似有法團或者有啲業委會咁樣，咁佢哋亦都可能聘請咗顧問。咁但係咧？顧問中之的顧問就是我們專業動力了，好像蒲職一樣，他們都會給意見，好像那天我們跟業委會開會，我們也都可以用一些經驗，即是實際上的經驗，譬如可能用一些 hammer test 啊，幫手去測試外牆是有哪些地方會漏水或者木屎，看看哪些可以幫到他們去加強個顧問嗰方面的監察係咪咧？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好處就係咧，我哋無論幫政府又好啦，或者私人都好啦，其實我哋都做過大量呢啲咁嘅維修工作噶嘛。試話你講過由山頂做到山腳咧，我哋曾經都幫過唔同嘅業主咯。所以喺方面，我面對或者見過嘅問題都唔少嘛。其實我哋就可以將啲經驗咧總結起上嚟咯，咁慢慢解俾啲街坊聽。其實做個維修都有一定嘅過程，一定嘅方法咯。咁如果跟到我哋個方法嘅話咧，其實我哋試過一間六十年樓齡嘅樓咧，我哋都可以復修到新嘅一樣。其實上次嗰個傑作咧，都係阿陳生有份做噶嘛。係啦，阿陳生我講開聽，點解可以將層六十年嘅舊樓都可以做到新嘅一樣咧？係啦，不過真係要講講，因為其實街坊最想就係即係安居樂業，點樣去解決漏水嘅問題咧？實在做呢啲大廈維修咧，就想做得好咧，又係真係要質素嘅，要認真做，啊，同埋咧喺防水方面咧，一定要做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做完之後咧，可能仲比未做之前仲差好多，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做維修嗰時候咧，可能有拆嘢啊，好多嘢改過啊，咁如果你改完之後咧，那個善後功夫做得不好呢，可能漏水的情況還比之前差很多。這個故事呢，我聽很多的業主說呢，都說做完那個大廈維修呢，本來沒有事的都會發生有事，即是譬如有些地方沒有漏呢，咦，之後做完怎麼會有漏呢？怎麼說這些就是由於 做維修的時候，某些工程的人做了一些拆了啲嘢，咁善後咧，佢又冇補翻好佢，然後先做防水，呢個係好緊要嘅，呢個做防水之前嘅準備功夫咧，一定要做得好好。我諗包括 Paul 應該就話，譬如我哋基本上最基本嘅就話，當你拆咗譬如啲外牆一啲，譬如可能有舊咗啦、剝落嘅或者嗰啲。紙皮石啊，或者一啲油漆啊，咁之後佢去到見到個最乾淨個嗰個石屎結構牆嘅時候，咁啱遇正，即係其實我諗做顧問都應該要俾 advice， 唔好係雨季啦，係咪啊？係咯。咁如果真係有面對大雨嘅時候，你亦都係咪應該做定一啲即係臨時嘅防水嘅層面？咁變咗咧，呢啲咪慳唔到嘅功夫啦，應該係咪咁講咧？都係嘅。
即係我哋做防水工程咧，就係、是、好多時都要拆咗啲嘢先做得嘅。嗯，冇錯。但係咧，你拆咗之後咧，我哋做防水工程嘅功夫咧，除咗要做工程之外咧，要留意埋天氣。嗯。如果發覺你做嗰陣時做咗之後拆咗啲嘢之後有機會會落雨嘅話咧，咁你一定要做啲臨時嘅防水功夫。嗯。譬如喺天台咧，成幅地台可能打起咗個地台。嗯。去做防水，咁如果下面有住户做住緊嘅，咁你打起咗之後做唔切嗰個真正嘅防水，嗯、而落雨咁啊好大，比較大件事啦。下面咧可能會天花漏水啦，嗯、做到啲家私破壞啦，等等，係咯、所以我哋做咗呢個功夫之後咧，我哋一定拆咗啲嘢之後咧，一定要做啲臨時嘅防水程序，嗯、保住。做你未正式做防水之前，是不會天氣變化變壞，不會流水落下邊。好好坦然啊！即係阿波，你頭先講呢個咧，已經係值得俾我哋啲相關嘅屋苑或者法團咧去參考。即係當你招標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咧就隱藏咗嘅。係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將呢個項目咧係擺埋落去。在個招標個工序裏面其中一個項目呢你就確保到就算在即真係萬一真係有時避無可避、啊、就算不是雨季，有時都會落雨噶嘛，係咪？即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咁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幫到我哋即網友或者我哋啲觀眾咧，知道更多關於點樣去做一個招標嘅過程。實在做臨時防水咧，就係、是、呢個程序個方法都係好緊要。嗯，有好多做防水咧，做個臨時防水工程咧，就係唔理想嘅。嗯，點解唔理想咧？譬如你打起咗個地台，即係煙泥沙個地台打起咗佢，打走咗佢。你未做正式防水之前咧，你做臨時防水，好多人咧，好多公司都係就咁鋪塊布、帆布啊，咁、嗯、啊遮嘅啫。嗯，但呢個係唔徹底方法。嗯，呢個係唔好方法。巧妙同埋即係嚇，即係俾啲專家俾你分享下你啲經驗啊，波。呢、這個最好咧，就好似當係正式防水咁做法個方法。嗯，係做啲臨時防水，唔可以話鋪塊膠布或者帆布。遮住個面，因為咁樣咧，你冇辦法可以阻止有啲地方係入水嘅。嗯，嚇、呢個係方法係唔正確嘅。啊，順便就想請教一下啦，即係幫我自己本身做工程都即係接觸過一啲，即係我就喺地基同埋天台咧有做過啲防水布啦，即係我哋即係可能喺英國一卷卷嗰啲waterproof membrane， 咁就一卷卷買翻嚟，咁就。白線薄白線噶嘛，係咪？一幅冚一幅，好似冚棉胎咁樣。咁其實呢類嘅物料啊，係即係咪即係比較即係其中一個形式係即係可以比較 long last 嘅咧？呢、這個唔係 long last 嘅。嗯，有幾多年咧？或者呢個我哋叫做喺英文叫 shipping bling， 嗯，即係一塊一塊搭住一塊，一塊搭一塊咁去嘅。這個很難在我們在這麼多年的經驗呢就覺得這種方法呢做這個 shipping bling 呢這種是很難做得理想的、嗯、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靠那個力度或者物件呢去將那塊帆布不是那塊布、嗯那塊防水那塊物料整去將空氣裡面呢一定要推走曬完全走曬出來才行、因為如果不是呢你做完之後咧，一有温度高啲咧，喺房喺嗰塊雪棉冰個面度温度高啲咧，就會造成起泡嘅。因為裏邊嘅空氣受到熱量咧，就會膨脹咧，就造成個泡啊，你個雪棉冰會泡，會有泡啊咁樣嘅個面嗰度。所以咧，呢個唔係呢個係呢個呢種而家都好少喺現在嘅防水工程咧，都好少。用噶啦，但我就聽講話呢只咧就係喺我哋海底隧道都用呢只咁其中一個咁嘅物料去做隧道，咁但係我諗相信而家係咪用一啲液體嘅物料就多於一啲 shipment？ 係，冇錯冇錯，即係可以即係溶解度或者即係個即係滲透度會係加強啲啦。呢、這個比較喺處理上嗰個防水咧做得理想咧，係應該係。我哋英文叫 liquid membrane，
比較液體去做咧，譬如每一個角落都容易做，嗯，啊，而嗰個用一支膠狀嘅防水物料咧，嗯，一種布質嘅咧去做咧，當有啲尖角啊或者角位啊，嗯，有啲等喺個地台個面咧，或者有啲批評頂住啊，咁你要裁，好似裁衫咁，你要裁個方法係比較困難啲，嗯嗯。即係冇咁理想，係咯，嗯。但係點解阿坡，你上次幫我做山頂屋，你一樣創舉嘅喎，我跟你學習，點解牆身都要做防水咧？牆身都要由嗰啲 equipment bring 咯。牆身做咧，呢個係最理想啦。即係始終你靠紙皮石或者瓦仔，呢，嗯，種係唔係正式係防水嘅物料嚟㗎嘛？嗯嗯，呢，這個你黐做完嗰個瓦仔，個工程完咗之後，有啲瓦仔同瓦仔之間有啲空位，日子耐咗，當時你做完之後短時間可能冇事，日子耐咗可能嗰啲咁啊薄口位，瓦仔同瓦仔嘅薄口位咧就可能會甩啊，衞生啊，咁佢有機會係一打風落雨就會入水。嗯，咁如果喺紙皮石或者瓦仔個底嗰度，如果冇防水嘅話咧，就變咗入咗石屎裏邊啦。係啊。通常你幾十，特別係幾十年嘅樓咧，一定有裂縫啊。係咯。有啲黃蜂竇啊。啊。有啲沙窿啊，咁咪好容易入水咯。係咯。係嘛？所以我哋應該係徹底做嘅話咧，應該係牆身應該做防裝埋防水嘅，然後先做嗰紙皮石或者瓦仔。所以咁多街坊，大家你明白一樣嘢。如果一定要醫好一個三四十年咧個舊樓咧，就一定要用剝皮方法，咁就將所有原有嗰啲批檔咧打曬佢，重新咧喺個石屎面咧做個兩浸防水，然後再鋪翻一浸新嘅就係裝飾面或者批檔或者係瓦仔咧，咁先穩陣咯。咁再加埋做埋一件好嘅天面防水咧，咁等於成間屋著咗件雨褸，咁啊就乜嘢風都唔怕噶啦。係係，不過即係頭先你又客氣啦，即係唔係即係我哋咁多位觀眾就唔係淨係三四十年嘅樓先係要咁樣。而家香港咧起樓咧，即係全新嘅樓，我諗啊 ，Carrie 都知道我哋有幫啲居民收樓噶嘛。係啊，會有好多 defect 啦。係啊，即係唔單止係舊樓啊，即係睇落去新樓都有，直情係有破損啊，即係都幾嚴重。譬如有啲玻璃啊、外牆啊、窗台啊，有好多細嘅裂痕啊，到時可能日積月累都會造成滲水啊或者等等嘅情況出現。係啊係啊，頭先話無窮係嘛？係啊，同埋新樓裏邊啲牆身咧都有黃蜂竇喎，即係佢敲到咧，即係一敲出去咧，原來裏邊已經係破嘅。咁啊破或者你分享下我哋啊，譬如你覺得呢啲地方就係光靠打針咧，夠唔夠得到翻嘅咧？嗯，實打針咧係一種臨時嘅方法啫，嗯，即係唔係一個好方法。通常打針用打針呢個方法咧，就係當喺面喺水嘅來源個位置做唔到防水，先用打針嘅方法嘅。嗯，即係譬如上邊天台喺上邊做唔到嘅，或者上譬如一般嚟講嗱，好簡單嘅一個。廁所住户嘅廁所，嗯，通常咧住户廁所上邊嘅單位漏水落嚟咧，嗯，佢上邊嘅單位係點都唔俾你做嘅，嗯嗯嗯。咁情況之下咧，你下邊嘅單位可試用打針方法，嗯，但係打針方法咧只係一種醫你打針嘅位，係咯，可以截到佢水，唔俾佢漏水，但係佢啲水可能咧。就會走咗去第二個位置，啊，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理想嘅方法。但你上次都解釋過咧，如果我哋可以說服得樓上嗰個單位，特別浴室可以開門俾你嘅話，其實你有辦法可以咧將上嗰個浴室咧治理呢個漏水，而且係唔會太過複雜嘅。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俾我哋聽咧？嗯，係呢，這個係喺我嚟講咧，十幾廿年前咧都已經用呢種方法嘅。呢，哦，個我已經係幫房屋署做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分享一下你最寶貴的經驗啊！呢方面係呢個方法咧，係好處咧就係喺一日之內或者半日之內就可以完成個工程，哦，甚至唔會點騷擾個住客，佢，哦，唔需要鑿起個地下，係咯，做之前啊，做一啲臨時嘅功夫，係咯，
之後呢就由一些所謂、透明的防水料，是的，所謂透明呢就是不影響它本身地台的個顏色、嗯啊當然要由、幾枕啦，同埋呢個係一個手工比較好嚴謹嘅方法嚟嘅，嚇、嗯，唔、係一般人即係可以處理得到，嚇、嗯，呢、這個係好嚴格嘅、好細心嘅工程，係咯，嚇。但係如果有咗呢啲即係類似防水嘅物，即係物料、防水物料咧，譬如佢哋。之後用即係譬如話用啲你知洗手間都好多時都會用漂白水啊，剩嗰啲即係比較 acidic 嘅酸性度強嘅嘢，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防水面咧？呢、這個反而當佢乾咗之後咧，佢好似有陣膜喺面嘅。嗯。咁咧，佢亦除咗膜之外咧，佢又有啲可以滲落喺石屎裏邊嘅。嗯。嚇、啊，咁啊影響唔會好大嘅。嗯。Okay. 通常一般咧，就佢啲實在佢啲化學，即係呢啲防水料都係有帶一啲化學嘅成分喺度。嗯，所以你一般普通嘅化學成分，有化學成分嘅嘢咧，係對佢唔會咁大影響。係啦，係啦，啊，除非有一樣嘢影響佢嘅，如果佢本身喺面有一陣膜嘅話咧，你用啲擦大力擦佢咧，咁擦得耐咧，咁咪先有影響。哦，啊，通常一般你普通行，普通係。洗潔精啊，或者係清潔劑啊，清潔下佢應該冇問題。嗯 ，OK， 咁啊，其實即係俾觀眾同網友咧，就真係個好信息。嗱，其實即係有經驗嘅一啲即係防水專家咧，其實如果話用半日啫喎，係咪啊？半日嘅時間咧就解決咗好多事。我哋唔好話講咩前屋宇署署長啦嚇，即係只要你俾機會人哋入嚟，咁啊半日啫，大家咧就樓上樓下就做到好鄰居啦。再加埋我哋專業用力調解嘅工作，係咪先？即係和氣生財啊嘛，樓上樓下咁啊，解決到個防水都係一個好緊要。但是即係功夫就一定要有好即係細心的問題才可以做得到嚇。係啦，即係如果手工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講一個二人家庭啊，講幾百尺啊，咁如果係洗手間，咁做一個咁嘅簡單嘅工程，即係大概嗰個費用會係幾多錢咧？即係市場或者以阿坡你哋咁嘅施工嘅做法，嗯。在十零年前的時候呢普通做的一般公屋呢正敲成那些呢、都要大約是冷氣1000元左近的、哦、如果私人一般呢就貴一點的、哦、為什麼貴一點呢因為它數量小通常一般是多少少啦，多三幾百蚊啦，大約咁上下咧，千松啲蚊左緊咧。咁啊，非常之值咯。係啦，又唔使作瓦仔喎，唔使起咗啲舊嘅嘢出嚟喎。你知唔知啊？請個調解員，到時請埋啲律師費，一定比呢個數多好多好多倍噶嘛。不過唔係話破話十幾年前啊，嗰個價錢你要聽清楚，仲係房署大量嘅 job 啊。嗱，一般 even 即係而家我見到咧，即係。翻新咧就可能作走瓦仔，換埋瓦仔咧就可能有啲即係都5000-6000元啦，起碼都咁啊，要做少少防水。但係佢哋咁樣嘅喎，通常我哋做完之後咧，如果你話樓上樓下有漏水嘅個案咧，佢就要試水噶嘛。係啊，養咗水之後睇下會唔會漏，咁影做咗一個 test， 咁之後先 OK。咁我哋呢個情況，如果係坡你啲呢個做法，係咪都係？同樣咁樣嘅處理，因為我哋涉及有即係 John Department 嘅一個 action 噶嘛，包括有屋宇署同埋水務署嘅驗收噶嘛。食環署都有。食環署係啦，係啦，係啦，食環署嚇。呢、這個你講所講嘅係試做完之後試水係咪？嗯，係啊，做完之後試水。實在好快知嘅啦，通常喺拖泥啊、廁所位咧，成日都用嘅啦。嗯。試水都好易嘅啫，即係。通常可以做完之後咧，即晚都可以試到水噶啦。哇！係啦，即晚可以試，好快嗰啲防水料係最大約3-2個鐘頭到咧就可以試得水噶啦。嗯，係啦、嗯啊，一般嚟講都冇問題嘅。嗯，啊，我哋係譬如廁所地台啦，可以浸水嚟試啦。咯、譬如有陣時候我哋除咗做地台之外，嗰、那個牆身我哋都要做啦。嗯但係事話咧講句，如果我樓下話硬唔信嘅，咁有咩儀器可以度得到咧？咁樣有冇漏水嘅咧？通常我哋睇漏水咧，就儀器都係一種方法。哦。
但肉眼咧都可以睇到嘅。譬如通常漏水咧，梗係有濕控濕控噶嘛，有濕印啊，啊再嚴重啲就滴水添啦，係啊。所以好易睇嘅啫，實在有經驗嘅。係啊，有啲人拗噶嘛，話你嗰個係嗰啲食飯嗰啲水蒸氣蒸翻上去嘅喎。又或者調翻轉咧，佢就話唔係我樓上，你有咩證據話係我樓上啫？嚇，即係會唔會係第二個單位打橫滲過嚟咧？咁或者外牆咧，梗係話唔係自己嘅啦，好多時。咁但係如果你用目視或者其他，即係會唔會有好多時都係有呢個爭拗？嗱，以我經驗，通常一般咧。如果你漏水的位置咧，近個外牆咧，就兩者都有機會。兩者都有機會。咁阿Paul，你一講到兩者都有機會，即係話外牆同埋樓上嘅單位都有機會咧，咁我又要再，你都阿Paul，你都聽過我問過你嘅啦。我就最關心、最擔心咧，就係好多時咧，人哋搭棚咧，外牆維修啦。咁啊，搭棚之後咧，梗係要啲飛龍哥哥咧，就打支拉爆螺絲入去嗰個外牆嘅。其實即係我哋又要問埋建築師，又要問埋啲防水專家。其實拉爆螺絲咁樣做之後咧，其實會唔會漏水，同埋會唔會帶來後患咧？會嘅，通常我哋一般搭棚咧，你打咗拉爆又好，咩都好咧，你撞落幅牆度已經有個缺口嘅啦。通常一般你做完之後咧，一定要封翻好個。嗰、那個位置，即係打拉爆的位置，一定要封翻靚佢，即係 make good 翻佢嗰啲，即係啦。咁如果你 make good 得唔好，或者唔 make good 咧，就漏水機會好大。我通常見到啊，我通常見到咧，啲老闆就係咁嘅。譬如佢裝修自己嘅單位，咁啲建築啊裝修咧就俾老闆睇到視線範圍嘅地方咧，全部都靚仔嘅。咁但係如果你喺對面個單位望過嚟，或者喺第二座望過嚟咧，你個外牆咧，即係唔夠幾個月咧，就睇到開始即係有啲水印啊喺外牆啊。咁譬如你樓上就做咗拉爆或者做啲scaffolding 啦，我哋做棚架之後咧，咁就樓下嗰層就開始有啲 in between 兩層嘅 slab 咧，就開始有啲空啦。咁呢啲就係往往就係我覺得即係真係香港即係我哋啲。師傅的功夫有冇細唔細心？呢、這個細唔細心，我諗同嗰個嗰、那個責任感嘅問題。係咯，呢個係即係嗱，而家呢一代嗰啲稍微做工程咧就比較差啲啦。比如以前嗰代咧，即係我哋先一代或者父母一代咧，嗰啲即係嗰人嘅即係嗰種思想咧係比較有責任心啲咯，即係而家啲人做工程比較，我相信責任心比較弱啲啦。話時話喎 ，Paul 上次都講過喎，原來我哋阿爺嗰代咧做防水其實好簡單嘅啫喎。你不如講下嗰陣我哋阿爺點做嘅？我哋阿爺嗰代根本未聽過有防水做，即係冇防水料做嘅。係啦，佢哋都可以做防水做。點解咧？我相信咧。這個跟個質素做的時候，譬如好像落石屎震得靚啲，冇和風鬥，冇和風鬥，嗰個質素，譬如英泥沙嘅份量嘅質素，個份量個 ratio 又做得好啲，個比例又好啲，咁佢冇咁易咁快造成佢裂啊，甚至係成嚿跌落嚟啊，嗰種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同個質素、物料嘅質素，係咯，同埋人嘅質素啊，都好大關係。係啊，同意嘅。咁啊，好似我早前我自己，我哋起，譬如可能啲小型嘅村屋啊，其實都好少漏水嘅，即係你可能即係用足啦，譬如可能你石屎30-20啊，咁落足鐵啊，咁你啲拉力又，譬如啲窗台啲斜角位啊，個結構咧，你都可能都有啲一啲剪力嘅關注啊，咁你做埋啲拉力啊，你又唔會話即係淨係即係扎鐵個功夫都要考慮埋啦。咁我覺得應該其實好多都或者個斜台斜水嘅問題做得足。冇得養水，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一個方向。一個事實嚟噶嘛，嗰、個湖佛大水壩係石屎起噶嘛。如果過咗50-60年，石屎已經頂唔住嘅，咁佢應該流咗水好耐噶啦。成個湖佛大水壩應該炸咗佢噶啦。咁啊，點解嗰時個手工好，嗰啲又冇防水料噶嘛？你頂得住噶？係啦，即係呢個同個質素本身嘅物料嘅質素，同埋人做所工程嘅質素有好大關係。不過另外一樣嘢想提就係頭先咧，即係阿Paul提到就話，即係譬如外牆啊嗰啲，即係防漏嗰啲嘢咧，譬如
譬如拉爆或者其他啲人做完啲工程之後，你點樣去監管咧？就涉及即係我哋都屋苑誒啲無論係物業管理嗰方面啦，或者法團咧、業委會其實都要關注。無論當然咧，自己個人嗰個業主啦，自己第一身，即係個單位係你自己嘅，咁你都要多加留意一下你周邊。如果唔係咧，師傅走咗之後咧，就真係關人啦。兼且咧，就可能影響埋你附近嘅單位。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諗新一代嘅物業管理嘅即係朋友應該都要關注多啲咯。如果佢喺，如果唔係，我哋就唔使話扣起嗰、那個即係保固金啦，係咪咧？係啦，實在咧呢個啱嘅。一般嚟講咧，住户咧好多都唔知道嘅。而係靠咩咧？做得好唔好工程係靠。監察那些人認不認真還有做工程，當然做工程那些要認真，監察那些都要認真，都要認真去，譬如拆了棚，那個洞要封回它，接回膠，或者要英泥沙封回它，防水英泥沙封回它，這個是當然要監察那些人，但是也要做工程那些 上級呢，那些公司的負責人呢又要嚴格，要自己 的工人要做好這些東西，即是個 project manager 要看緊一點，再加上即個顧問，即補職就好了，即是那些顧問又再管顧問又給意見，真的。第一件事呢，可能很多業主街坊都漏了的，或者 Policy 跟你說這個窗邊防水，他們知道膠的時候應該怎麼處理的，應該窗邊的防水呢，很多時候現在新樓都漏水的。是啊。為什麼呢？因為很多時候新樓呢，起樓呢，就是，你鋪職師知啦，就漏了個空位，窄的窗，然後裝了窗。是咯。那個窗旁邊四邊那些位置呢，就有空隙的。是啊。那就靠用啲英泥沙或者啲嘢封翻佢，啲物料封翻，封翻實佢。咁樣。但因為如果手工差的話咧，封得不好咧，就造成漏水啦。係啊，係啦，呢個最緊要嘅。通常窗邊漏水咧，正式做法咧，就一定要在外牆做，在窗外邊，將四邊鑿開咗啲紙。如果做咗樓新樓嘅話咧，就鑿咗側邊嗰啲紙皮石或者係磚，咁然後揾出嗰個空隙位，就填翻實佢。填翻密口佢，然後再做防水，咁然後先再鋪翻磚，最後咧就為咗裝飾就接翻膠，即係多重保險。係啊，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嚟。呢啲地方一定要留意咯。如果唔係，大家咧成日諗來諗去，點解我啲牆角啊或者窗邊成日啲有水滲出嚟咯？就好多時唔係你個問題，你以前起樓嗰時候咧有啲遺漏嘅問題，令到你會產生呢個問題出現啫嘛。不過都仲有兩三樣嘢，我都覺得想分享嘅就係，如果你講開鋁窗咧，我都遇到就係一咧就其實鋁窗咧都要留翻啲去水位，即係佢有啲就冇吉開個窿仔啊。咁有時啲水咧就藏咗喺嗰個窗褥嗰、那個嗰條軌道嗰度，咁變咗養水，佢慢慢咧就滲透。即係如果你有去水窿咧，佢就容易啲走咗去。同埋咧，唔知係咪阿坡姐話燙窗咧，始終咧都係避免唔到滲水嘅咧，即係比較容易啲咧。如果掩窗或者係撐出嚟嗰啲咧，就比較即係個防水嘅效果又比較好啲。呢個係。大家實在都差不多嘅啫，實在就係、是，因為始終你都要裝個窗框喺嘅，喺個牆身嗰度。最主要漏嘅地方係窗框，窗框嘅邊同石屎個夾口位，呢、這個係最主要漏。咁亦有啲地方咧係同本身嘅窗嘅結構有啲關係嘅，即係好似阿方小姐你話齋，有個去水個窗框位有個去水，因為啲雨始終落雨嗰時候有啲水係撇咗入去。要找地方走的流出來的那些是靠那些那些軌的窗框那些洞仔那些流一些水出來但是以我經驗呢所看到呢很多有洞本身都有洞但是它都是入水的就因為它的洞既然是出得水呢也可以入得水也可以入得水當一入水的時候呢你的窗框有些薄口位呢、就在那些位置滲進去的了、這個是很多時候呢有時
我哋做工程嘅反而細心啲啦。有時咦封封咗佢，仲唔俾外界入到水，可能仲要好啲喎。明白。即係所以咧，即係梗係各施各法，真係好嘢。即係所以有呢啲咧，就係因為水咧就無孔不入啊。即係佢揾啊，就算個細細個窿仔，頭先好似話一個拉爆螺絲，如果你揾得佢唔好咧。你就可能滲到好大嘅問題，都有個問題。反之我反而覺得咧，即係我自己話，你睇我咁現代化嘅啫，但係其實我喺即係建築工程嗰方面，我好傳統嘅布職。我咧就好欣賞以前咧，我哋即係中國遙遠嘅時候，我哋建築咧都好簡潔咧，就係即係有條窗眉啊，條窗眉咧真係。即係遠勝過好多嘢，不過可能咧有時啲現代化建築咧就你知啦，就冇曬啲窗眉咁，係一條窗眉咧擋到好多嘢喎。無論酸雨咧，因為知道我哋香港其實嗰、那個即係空氣或者雨水嗰個塵埃都多。如果有條窗眉咧隔一隔咧，又唔使話黑掹掹眼流曬眼淚嘅喎。葡式即係建築嗰方面你點睇啊？而家因為我哋而家做嗰啲樓宇維修咧，其實要做翻轉頭㗎，係嘛？就要用小反其道咯，而家用小型工程個方法。做翻一啲咧不鏽鋼嗰啲窗簾咯，咁啊變咗嚟講咧就要入翻積俾屋宇署批咯，咁反而咧就我哋而家要做翻曬啲出嚟啊嘛，因為第一個擋太陽，另一方面咧最緊要就擋水咯，因為有呢啲咁嘅不鏽鋼嗰啲簾縫咧遮住嗰只窗啦，入水機會就好少嘅，即係有幫助好大嘅，咁啊通常做幾多百啊 mm 啊？我哋而家但係如果屋宇署可以容許咧，大約500mm 到咯。咁、okay. 就依個就只要通過小型工程依、這個方法入職俾翻屋宇署咧，佢就會批你做咯。咁你就用不鏽鋼，咁就比較一路永日啦。Long last 啦，係啦，因為以前咧用石棉瓦嗰只就一定唔得噶啦。咁所以通常我哋而家做維修咧，一定將石棉瓦全部清曬走。咁然後咧就換翻曬不鏽鋼片咯。係，咁啊個腳咧，如果係即係個支撐架咧，用啲乜嘢？咁我可能我哋用翻啲八扎螺絲打翻入去咯，同埋就接翻膠咯，咁啊最穩陣咯。咁都係好啊，即係喂，咦，真係喎，講翻轉頭啫喎，即係我哋嘅現代化建築咧，就行翻轉頭，就反而用翻啲傳統咧，保守啲嘅嘢咧，反而咧，我又覺得，不過咧，我在乎翻個設計嘅啫，無即可以搞得掂啦。唔係，因為依個係你睇嗰個數據噶嘛。所有嗰啲大廈以前嗰30年咧，有做呢啲簾縫嗰啲咧，佢流失上就少好多嘅。冇做啲單位咧，係好大鑊嘅。嗱，其實呢啲亦都講翻轉頭咧，我哋專業動力不嬲都講緊一個咧叫環保嘅建築。咁其實我覺得咧，如果能夠譬如擋太陽，減低嗰、那個即係温度嘅上升，令到嗰個單位可以減低即係受陽光嘅折射直接影響到間屋嘅温度啦。而且加埋即係防雨水嘅問題咧，或者防水嘅問題咧，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個環保建築嘅一個值得參考嘅項目嚟喎。冇錯㗎，所以點解我話咯，變咗我哋而家係樓宇維修嗰時候咧，因為我哋搭咗個棚啊嘛，咁順便幫嗰啲住户做咧，其實個費用就好少嘛。但係做開嘅話咧，以後佢哋間屋就可以一勞永逸咯。係啦，不過我又想趁呢個時候問一下啦。不過其實喺行內咧，即係你哋咁專啦，咁其實防水通常咧出邊咧就好多話一保啊保你10年啊20年，其實即係保用防水咧，即係可以應該係點樣去衡量，同埋即係一般你哋以你哋咁有經驗，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同埋點樣去定位幾多年啊，或者先係可以實際啲咧？通常而家咧係做天台嘅天面嘅咧，一般嚟講都保養10年嘅啦。但保養10年呢個唔係一個短時間嘅日子嚟。如果間公司負責任嘅話咧，佢要真係承受呢10年嗰個風，即係有機會個風險喺度。咁佢一定要佢點樣即係以而家個。我哋做工程嗰、那個好多公司咧，唔理乜嘢都好咧，佢都話可以保10年。實在係咪真係保到10年咧？啊，係咪真係保到10年咧？呢、這個即係冇人知嘅。係明白。你普通一般個個老實講，個個做防水公司都話我 OK 嘅，冇問題嘅。啊，咁啊當然咧，佢點樣決定係咩嗱？好有啲防水公司。我漏咗之後，我翻漏，你揾翻我都幾難揾我，或者我應酬式去應酬你，咁亦可以渡過，或者令到你個住户怕咗啦，怕咗煩啦，都唔需要你嘅，
係咪？呢個所以靠你住户同埋靠你嗰啲客去點樣去即係好唔好彩，或者係點樣去 check 佢本身嗰、那個嗰、那個成績係點樣啊？佢做咩做過咩工程咧？喺咩公司做過咧？有冇咁嘅資歷咧？啊，呢個係好緊要咯。雖然咁話，即係好多防水，如果保得你十年，應該咧佢用嘅物料咧，應該係上乘嘅物料，一啲好嘅物料，同埋佢嘅物料係佢做工程嗰時候要真係要做足功夫。譬如嗰個物料由個防水層嗰個物料個厚度，真係要做翻依足嗰盡量依足嗰、那個catalog 嗰個說明書嗰個去做，係啦，同埋嗰個佢嘅認真程度要做得好好咯，所以唔係一般防水，唔係話你保十年，係啦，跟住咧柴狗就話啦，我哋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啊？我成日希望阿Paul你長命百歲㗎你，係啊，因為真係嘅，我諗相信咧，即係我哋業界咧，其實真係我覺得香港市民其實都希望即係能夠安居樂業啦。嗱，如果一個物業起得好之後，可能你亦都即係要定期維修，因為即係等於一個人體啦，你一個人身體咧，你一定要即係定期去即係保養好自己嘅身體，咁你先可以抵禦到一啲疾病啊。咁同樓宇一樣，其實我覺得香港市民一般咧，你都應該要多加留意呢一方面，同埋即係點樣做好咗我哋一啲工作，係譬如無論防水啦，咁其實可能兩三年咁有啲嘢可能摺膠啊，啲嘢已經可能太陽老化咗，咁需要去作一個適當嘅維修啦。咁啊，今集咧嗱，我哋亦都咧即係專題係講防水啊。咁啊，或者我想阿 Paul 撮要啊少少啦。咁我哋要關注點樣先可以揾到啲專業嘅人士，留意啲乜嘢？咁重點話俾我哋網友聽。點樣去揾到一個好公司咧？即係係比較好困難嘅。一般住客或者一般市民咧。是很困難揾，點樣知道呢間公司是不是真係掂咧？真係 OK 咧，做得好咧？都正如我頭先所講，你盡量有機會去 check 佢本身嗰、那個，唔係靠嗰啲所謂乜嘢嗰啲推薦書啊，或者係嗰啲即係總之推薦書嗰類咁嘅嘢就。一定要靠口碑，啊，同埋或者年資啦，因為年資佢真係十幾年先有得 prove 到佢得㗎嘛，係啦，好多嘅好多可以自己可以做到啲嘢嘅，係咯，咁啊防水真係一個好即係專題嘅一個關注，即係我諗全港嘅樓宇咧都無一幸免，其實即係我覺得建築工程咧大家都要即係多關注呢幾個範疇，咁啊今日咧我哋多謝阿Paul。嘅時間啊，咁啊，保證下一個禮拜我哋又再係咪就住樓宇維修繼續？我哋講一個大家比較上熟悉同埋人人都嘅啫項目就係油漆咯。係啦，咁啊嚟緊樓宇維修篇啦，咁我又多謝 Carrie 今日上嚟喎嚇，咁啊繼續咧就學嘢，大家分享下。咁其實我哋繼續咧亦都落地區去幫手嚇，俾多啲即係唔同嘅即係居民關注樓宇維修嘅問題，好嘛？我哋下一集講油漆再同大家分享。OK， 好，多謝讚哥，多謝 ，thank you，OK， 拜拜。